家好啊，又是我鸡腿猫啊。今集呢会带大家来到深圳宝安大千里购物中心。咁呢个购物中心呢喺2019年12月底开幕嘅。咁其实今集呢我哋係想介绍里面一间专门卖鹅货嘅超级市场，叫做鹅货集市。咁今年嘅5月1号啦，鹅货集市呢喺呢一度啊开咗佢哋嘅第二间分店嘅。咁第一间分店呢就喺深圳龙华区红山6979商场入面嘅。咁呢间分店呢佢哋铺面面积啊大约有1500平方米咁大㗎喎。咁入到嚟啊其实已经见到啊大大隻字写住朱古力区嘅。咁佢根据返朱古力嘅价钱啦、牌子同埋口味整齐咁样摆好嘅。咁亦都摆咗一啲啊佢哋近期最受欢迎最热卖嘅产品。咁话说呢鹅货集市嘅朱古力呢都係其中一款热卖嘅商品嚟嘅。最平啊5蚊鸡就一排啦。最入面呢度呢都係朱古力区喎。摆到密麻麻嘅。鹅货集市嘅商品呢大部分啊都係俄罗斯进口㗎啦。咁呢度呢都係朱古力嘅商品。咁有啲口味呢就会贵少少嘅。但系都系20蚊啫。咁我哋睇完朱古力区咧，就去佢哋嘅果汁区。例如依一盒啊，950毫升嘅果汁咧，20蚊唔到。果汁区咧后边咧系果酱区，都系摆满咗唔同牌子同埋味道嘅果酱。咁呢一款嘅果酱咧，就系可以挤出嚟嗰种嚟嘅。果酱区隔篱咧就系牛奶区，咁摆满咗好多唔同种类嘅牛奶啦，全脂奶、脱脂奶同埋低脂奶都有嘅。仲有个奶制品区嘅，摆咗啲牛奶糖啦，一罐20蚊。呢边咧就系加工嘅肉类啦，例如火腿肠啊、丝滑力肠嘅，最平咧30蚊一条。呢度咧就摆咗啲朱古力曲奇啊、饼干等等嘅热卖产品。呢一盒啊20蚊嘅，紫色盒呢款曲奇饼咧，都系一个好畅销嘅商品之一啊。咁呢边嘅曲奇饼啊，1罐30蚊。呢个咧就系迷你嘅燕麦曲奇饼，29蚊一罐。咁呢边咧都系一啲嘅曲奇饼啊、威化饼嘅商品，都系热卖商品嚟嘅。呢边咧几得意嘅系酒类嘅产品，樽身咧系用咗陶瓷啦，再用彩绘上色嘅，咁系葡萄酒嚟嘅，嚟自格鲁吉亚嘅葡萄酒。价钱咧都系200-300蚊到，咁呢边咧都系食品啦。见到5.5呢款咧系即食薯蓉啊，加热水焗几分钟咧就食得噶啦，有啲似美极之美杯嘅。咁仲有大包装添嘅，有8蚊嘅版本啦，仲有款啊13.8嘅，仲有糖果区嘅。款式实在太多啦，咁我就轻轻拍一拍俾大家望一望。
咁呢边咧系干果区啊，咁有杏仁啊、开心果等等嘅干果食品。这边呢边是冲饮区、啊、主要是卖咖啡粉和、啊、茶包。咖啡粉那里呢它分了即溶咖啡啦、怪异咖啡和咖啡胶囊的。除了有茶包之外，这里原来有茶叶卖的，最便宜46元。这里是奶粉区，袋装的奶粉50元起，也摆了不同的牌子在这里，还有罐装的，现在看到就60元。都有高钙脱脂的奶粉啊，同埋羊奶粉嘅，仲有麦片区嘅，都摆咗唔同牌子嘅麦片啦、10多元有交易噶啦，咁佢都有讲解啊麦片嘅营养价值同埋功效啦。俄科杂志咧最抢手嘅商品之一咧，仲有蜂蜜嘅。好多选择啊，最平40元一盎，佢哋都有礼盒装噶。呢一边啊，全部都系蜜糖啊，几夸张！咁呢度蜂蜜嘅选择咧，实在太多啦。咁我都係隨便拍下俾大家望一望。咁俄科雜誌啊，仲有一款搶手嘅商品就係番梘啦。最平咧5元雞又有交易嘅，咁好多隻味嘅喎，士多啤梨味啊、檸檬味都有。咁呢邊咧就係女性嘅衛生用品。个人护理用品最热卖的商品之一就是面膜了，20元有一包嘅。再右手边就有牙膏、牙刷等等嘅。最后咧嚟翻个小总结啊！俄科雜誌咧，我自己第一次去咧，都系喺龍華嘅紅山6979佢第一間分店啦。相比之下咧，呢度嘅地方大好多啦，所以選擇又多咗好多嘅。但系唯一唔好嘅地方咧，就系比起龍華紅山6979咧，就遠得多啦。因為呢個商場嘅位置咧就喺寶安區，如果大家咧搭深圳地鐵過去嘅話咧。就要搭到去平洲站落车嘅，大家就要考虑呢一点啦。多谢大家嘅收睇啊！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记得订阅我哋嘅频道、分享影片同埋赞好啊！如果大家对我哋频道有任何意见，欢迎大家喺留言区留言噶。我哋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